路口那么是让你们来。今朝要唱么小菜场，小菜场里面小菜多，值得你们爷爷们允许吗？隔壁运来了大冬瓜，那么那米远到了丹峪乡。说起你们丹峪乡，那么就唱丹峪乡。看到冬瓜价钱低，就是高是他们把娃讲说冬瓜呀。我丹峪乡那么漂洋过海到杭州，水产公司们分配我到小菜场，因为我这个身上营养好，有磷脂蛋白么好脂肪，清蒸蒸那么有解解，加点醋那么放点糖，那么吃起来个味道真灵光，鲜又鲜那么香又香。你冬瓜一不那么鲜，二不香，道理不落那么讲，这啥话吧？几节骨子卖有斤里10斤冬瓜。请我本来已经丹峪乡，冬瓜一听你发青了么，肚皮气得来棒棒胀，叫一声了么丹峪乡，你讽刺打击不应当。我冬瓜身体要比你强壮，历来都派么大用场。海菜冬瓜汤那么经济实惠，少少有便当。夏天吃我那么好处多，气湿解暑么有清凉。冬瓜皮、冬瓜子那么好做药，你丹峪乡那么能有资格上药方。我们老冬瓜送进面前一场，加工冬瓜料那么浑身破白糖，运到食品店要玻璃瓶里装个装，要9.6分卖一斤，一节骨子只好卖一两。丹峪乡你嘴巴尖削削，那么出口把人爽。再要讲一讲我36斤的大冬瓜，累过来要压死你个条大命的丹峪乡。想那么看到冬瓜块头大，那么心里到底有点慌，肚皮里那么不满胀，要请朋友来帮忙。昨天里那么请来组队组节操，那么组心组肝组肺组肚肠，水产部那么叫来鲤鱼包头鱼，田螺泥鳅加河蚌，白条鱼那么黑里头，那么红眼睛那么黄面帮。鲑鱼、鲈鱼、王次郎、鱼翅、海参么大开箱，嘉宾蟹酱一大帮，气势汹汹想把冬瓜来一刀。冬瓜一开心里慌，怎么样弄南瓜么去商量？有南瓜那么气得来肚皮滚滚，我这个长南瓜那么气得来已经老长。叫一声那么冬瓜老兄，你不用慌，我们蔬菜要比荤菜多，多吃一只有力量。长节活路叫一声。你到蔬菜公司去跑一趟，请大批蔬菜么进菜场，把他上个组队组节操，那么怕他上个大名丹峪乡，同他们兵对兵来将对将，那么刀对刀来要枪对枪。总队还不到，那么汽吹喇叭嘟嘟响。蔬菜公司个催队到，那么大批蔬菜进菜场。红辣椒、红冬冬，青辣椒那么青光光，韭菜、萝卜、大蒜、葱，鸡儿、番茄、德生姜，毛豆儿那么海豆儿那么黄瓜儿那么丝瓜儿，冬笋、蘑菇、韭芽儿，长江头那么扁眼头，四季豆那么杨桃头，一吹吹那么一头那么头，那么大头长这个洋葱头，那么小头长这个芋南头，叶心萝卜、采梅长。包司令小白菜那么好，堂堂要进个菜场。小白菜我当当司令，因为蔬菜里向小白菜我的门户最多。小白菜的爸爸大白菜，妈王芽菜，外婆王花菜，娘的大白菜。咸菜、好菜、芹菜、荠菜、菠菜、花菜都是他的阿姐。我有4个阿妹，鸡毛菜、瓢儿菜、桃豆菜、包心菜。两个阿哥还蛮有名气的，一个叫榨菜，一个叫紫菜。年纪顶头说他们奶奶等了绍兴不肯回来，这么大家叫他绍兴梅干菜。小白菜那么总司令，一身打扮么真漂亮。头上戴起韭菜花，那么空心菜的必须搓一双。挤了一匹马来的，那么手拿扁孙当长枪。正要指挥人马进菜场，耳听后头么炮声响，小白菜那么抬起头来望一望，只见那队伍边的旗帜迎风扬。来了位老姐们本姓王，来者非是别人，毛头的阿哥王头，上前来摆起小白菜。司令在上，我听说司令要用那荤菜浇准，看在我家妹子王头丫头你家我请王芽菜，你是结拜姐妹，所以我打来兵将为司令出阵。王老将军辛苦了，不知带来多少人马。为兵司令，我到投资平常带了老豆腐、嫩豆腐、臭豆腐、油豆腐，我要书记清账，3000块香豆腐跟5000块黄豆腐，我要投资豆油豆瓣酱，请来相助司令，要将那带鱼香3、4番吨。放心哦，心头是人。蔬菜进菜场了嘛，还是你们搿条你们带鱼香，哪晓得了嘛？旁边组队不买账，追上前来把话讲，说你们蔬菜想造反，身份不去量一量，市面上了嘛鱼肉两家名气大，你们蔬菜头排队啥用场？你到杭州去吃去看一看，都是我们荤菜把市面上红烧肉了嘛、白切肉了嘛、东坡肉了嘛、回锅肉、炒肉丝了嘛、炒肉片了嘛、炒里脊了嘛、炒肚皮、红烧排骨包三样，样样出在里面做身上。我煮的沉默了，实在里面叫门腔，耳朵人啾啾了嘛，别冲喷喷香。再结果仔细买一包了嘛，吃完还好过高粱。讲得来真起劲，那么起歪了这个小心萝卜嘛，才没长。骂一声那么猪队三你防恩为你不应当。要晓得猪肉都是么蔬菜样，这个饲料都是么地里长，没有农民伯伯来培养，你哪里会吃得来滚滚装？再说猪肉来做菜，就靠我们么蔬菜帮。肉丝肉片要放冬笋卷鸭肉，那么回锅肉不放大蒜也不香。今朝你起舞蔬菜来快喝去。所以那个赤佬要切一刀，白瓜么再少酱。昨天买得来门生不敢想，那么宝钗玉兰花猫3000丈，你们蔬菜不要凶。我们鱼肉两家的名气就是香，白酒节那么要用鱼油饵，鲍鱼、熏鱼把人们装，炸鲤球鱼排队多，清蒸鲫鱼们能鱼香，鲤鱼草鱼们做鱼干，黄鱼还好做白香，西湖醋鱼们名气大，那么石鱼出在那么富春江，凤尾鱼那么出口做国队，你呀新萝卜能够排队啥用场？宝钗鱼那么还想讲，来了一位你们老大娘，大娘就是梅干菜，那么刚从绍兴做回行。听说荤菜蔬菜们要打仗，他特地跑来么打圆场。叫一声那么包头鱼，那么带鱼香。我们荤菜蔬菜们都是菜，共同服务那么小菜场。你们荤菜味道虽然好。我们蔬菜还有么大用场，你包头鱼那么身上有腥气，烧起来那么要放葱花、花生酱、萝卜丝、鸡蛋鱼香，家常小菜没啥名堂。我梅干菜那么年纪岁数大，蒸起熟来喷喷香。我们蔬菜的营养很丰富，也有淀粉，也有糖，吃着甘蔗样样有。维生素那么 A、B、C 的好几样，有的可以当水果。有的还好当食粮，3个月不吃你们荤菜不要紧，不吃蔬菜叫冤枉。有的要生肥重病，那么有的走路没轻嘛。现在是安定大吉定要紧，请大家那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。每个菜那么一番话，说得大家口服幸福没话讲。搿辰光东方发白天一亮，小菜大仗么都会唱光。